南投这位少女，因为呢要不到200块钱的零用钱，伙同朋友诬告阿公性侵，还一起呢沙盘推演案发的经过，害得无辜的阿公被上铐之后移送，而之后少女出庭的时候又改口说只是开玩笑，气炸了检察官，最后终于呢还阿公一个清白。